好，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看考点二，交易性金融资产。那我们通过上一讲的讲解呢，我们知道这是第三类金融资产。那么它的业务模式以及合同信息流量特征啊，其实它是主要是取决于业务模式，对吧？啊，对于债务工具投资来说的话呢，那么它的业务模式是，目的是最终是把它出售掉，也就是炒，对吧？我们说了已经 n 次了啊，那它这种情况就是炒的情况。 呃，那对于股票投资来说的话呢，基本上，呃，那就是属于我们这里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好，首先看它的概念，它是指以公允价计量及其变动计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就是说，它是第三类金融资产。那么，交易性金融资产预期能够在短期内变现，呃，它的业务模式就是短期内。 啊，出售掉赚取交易差价嘛，以满足日常经营的需要，因此在资产负债表当中作为流动资产来列示，也是一个短期资产。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啊，从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来看，尽管啊交易性金融资产啊仍将收取合同现金流量，是吧？但是它只是偶尔为之，它的目的绝对不是收他的啊，他眼睛里边根本瞧不上他，是吧？这点钱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是吧？ 所以说呢，它并非是为了实现业务模式目标啊，就是收取这个现金流量，它的业务目标里面没有它，它只是出售，是吧？所以并不是说这个收现金流量啊就是不可或缺的，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炒，好吧？这个啊，咱们已经解释了很充分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来看啊，交易性金融资产它的账务处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到考试重点了。 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在取得的时候，我们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啊来作为其初始入账金额。那么，什么叫公允价值啊？那么，呃，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应当以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来确定。那公允价值这个计量属性，我们在前面第呃第一章啊、呃，还是第二第二章是吧？已经给大家讲到了，对吧？已经讲到了计量属性。 什么叫公允价值啊、呃？它实际上是一种脱手价格啊、呃，当然是市场上的一种脱手价格。好，那么企业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啊，所支付价款当中，那一定要注意啊，包含的啊、呃、已宣告但是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好，这是一块。另外呢，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我们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好，这个什么意思啊？哎，咱们初学的同学们呢？ 看到这两句话，这句话呀、啊，可能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太复杂了，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解释啊，就是什么是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什么是已到付息期啊、呃、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好，我们看这个图啊，这儿有一只老母鸡哈，老母鸡肚子里啊有个鸡蛋啊啊，现在啊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号，被投资方也就是筹资方。 他呢，现在宣告分派现金股利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老母鸡，我们不是投资它嘛？那它这个老母鸡就是被投资方嘛，是吧？他就是被投资方。那么这个被投资方老母鸡啊，它现在开始到了二零二一年，是吧？年底的时候啊，它开始宣告了，啊，它要开始在那叫了，是吧？咯咯哒啊，就是说，啊，就是昭告天下，我要开始下蛋了啊，要，是吧？准备就绪。 啊，走到特定的一个下蛋的场所是吧？鸡窝子啊，走到上边是吧？这下要下蛋。哎，这个老师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这种场景是很熟悉的。那年底这个他宣告，但是这个蛋呢，好几天了也没有下下来，难产，对吧？然后呢，那等到二零二二年一月五号啊。 这个我们我们要投资它，我们要把这个老母鸡买下来啊！就是说，我们想买这个老母鸡。说老母鸡一看这个面色，嗯，是那块料啊，是下蛋的料。所以说呢，就有投资方啊，就有投资人呢，就看上它了。看上它之后呢，于是就把它买回家了。这个叫投资日，一月五号投资的，啊、呃，但是这老母鸡在集市上，实际上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就已经是。 呃，准备要下但没下下来，那么因此因此一月五号是吧？呃，过了个元旦啊、呃，还没下下来呢，那被人买走了这只老母鸡。那么买走之后，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号，终于下下来了，实际发放日是吧？过了个年，有人放了个鞭炮啊，这个把这些蛋就下出来了是吧？这老母鸡啊，下下只蛋压压惊，害怕了是吧？放鞭炮，所以说呢。 在宣告日到实际发放日中间呢，是投资日，所以说投资日是介于这两个日子之间的。那实际上，对于一月五号这一天，这个投资方来说，实际上是买了两样东西。我们认为是买了两样东西，一样东西是老母鸡，另外一样东西呢是肚子里这个鸡蛋，这叫买一送一，是吧？买一只老母鸡送一个鸡蛋的，就相当于。 因此，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做账务处理呢？我们认为就是买两样东西，老母鸡是老母鸡，肚子里这个鸡蛋是鸡蛋。那当然，这个鸡蛋就是那个利息了，或者叫股利了啊。当然，这里面叫股利了啊，尚未啊已宣告，说已经宣告了吧？一月十二月三十一号资产负债表日宣告的，但是还没发放，一月十号才发放的，这个蛋才下下来，好吧？这样咱们就解清解释清楚了。同样的道理，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把这只老母鸡啊、呃，老母鸡这个想象成债券，是吧？公司债券，那么债券投资一样的，我们到了付息期的时候，比如十二月三十一号，这是计息日。那么二零二二年一月五号投资日，那么真正实际发放利息呢？是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号是实际支付日，也就是实际支付利息。呃，那么这个债券的这个合同里面约定了每年的一月十号实际发放利息。 一月十号实际发放上一年的利息，对吧？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号发放二零二一年的利息，那这样二零二一年年底的时候，按照权责发生制，我们这个利息收入实际上是实现了的，只不过是又拖了十天才发而已，对吧？然后这就是权责发生制跟收付实现制的区别。好，那么二零二二年一月五号这天投资的，那实际上是已经到了付息期了，因为已经到年底了嘛，就是这个利息收取的这个权利我们是已经形成了的。 已经形成了收利息的权利了，只不过还没有发而已啊，但是尚未领取。那这个时候，我们同样的认为，我们这个时候买这个债券，债券是债券里边这个鸡蛋啊，关于这个利息，利息是利息，仍然是要把它给分开。所以说呢，呃，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呃规定，对吧？就是关于这个包含的，是吧？这个老母鸡肚子里这个鸡蛋啊，我们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那么这个应收项目。 对于股票来讲，是吧？那对于这个现金股利来讲，那就是要确认为应收股利。那对于这个债券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把它单独确认为，是吧？应收利息，啊，计入应收利息科目。好，那么这个的话呢，啊，计入应收股利科目啊。好，这就是我们呃规定，所以以后你就记住了。 凡是看到已宣告是吧，已到付息期的，大家一定要把它单独记在应收项目里面，一定要把这个鸡蛋要给它呃单独确认啊。你比如说说买价当中包含的，说这个老母鸡我一共花多少钱？我一共是花了一百块钱买的，但是这里边这个鸡蛋呢价值两块钱，因此这个老母鸡我们要确认九十八块钱，是吧？所以说九十八加二，九十八是这个金融资产。 那么这个两块钱呢，是应收股利或者应收利息，一定要给它分开。从买价这个一百块钱当中给它剔除掉，把这个两块钱剔除掉100，一百减去二，剩下九十八才是我们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入账金额。好，这么说能明白吧？我们后面就会举例题啊。好，接下来继续说企业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所发生的交易费用，我们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冲减投资收益啊。这是要呃大家要把它记住的。 呃，发生的交易费用是冲减投资收益的。那具体来讲的话，账务处理就这样嘛，是吧？呃，冲减投资收益，那不就是说借投资收益吗？啊、呃，因为投资收益是贷方增加啊，那么借方就是减少啊，是吧？所以这叫冲减。好，那么贷方是什么呢？那贷方就是啊，呃，银行存款。那么就是我我呃花了一笔钱，那这笔钱的话就交易费用。 啊，说借投资收益贷银行存款，呃，冲减投资收益，呃，那么什么叫交易费用呢？啊，当然这里边说了，发生交易费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经过认证后，可以从当月销项税额当中扣除。哎、呃，又牵扯到增值税了，因为这个交易费用啊，实际上是给谁的？给证券公司的啊，这个交易费用是给谁的？是给证券公司的。 我们从证券市场上呢来购买相应的这个金融资产，比如说股票啊、债券。你说这个股票、债券，你是不是得从市场上买啊？比如说上交所、深交所，这是我们的交易市场，对吧？二级交易市场。那么好，你在市场上买股票、买债券，并不是说直接找相应公司买的啊，从市场上。那么这个市场上呢，就有相关的券商，而且在咱们国家的话，统一叫证券公司。 那么证券公司他也得吃饭啊，所以他要收一部分费用，因此这就是这个交易费用。下面就有介绍了，是吧？支付给我们的代理机构、咨询公司、券商，是吧？证券交易所人家也得收费，是吧？这里边都有人啊，人家也要上班也要吃饭的。还有政府有关部门啊，比、就、如、是、税收税务部门啊，税收，是吧？手续费、佣金、相关税费以及其他的必要支出，那这就叫我们的交易费用。 是吧？证券公司会收手续费的，呃，政府部门呢会收一些税费。好，那么整个的这一块呢，我们就相当于向我们的代理机构、咨询公司、券商、证券交易所，在购买一项服务，是吧？购买我们的项，那那这些呃中介机构是要为我们提供服务的，那我们是不是要向他们买东西啊？既然是买东西，因此那就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的这个抵扣联，是吧？也就是进项税额。 就相当于你购买原材料一样，凡是买东西啊，那么如果说咱们是一般纳税人，能够取得专用发票的话，那都有这个进项税额的。啊，我们国家我们知道，增值税进项税额是由这个买方来去支付的，由卖方来代收这个款项，代收这个税款。所以咱们既然是从是吧证券公司购买服务，是吧购买相应的证券这个交易服务。 啊，包括呃交易所啊，啊代理机构啊，我们购买这个服务，那我们为此那必须要交税，交的是这个增值税进项税额，所以这里边这个投资收益这边还要加一个分录，叫什么叫借方，是吧？应交税费，是吧？哎、呃，应交税费明细增值税啊，应交增值税，然后呢就进项税额。 啊，所以说进一项税额能抵扣的话，我们取取得了专用发票，取得了专票的话，那这个呃税我们是能抵扣的，是吧？我们是能抵扣的啊，因为这个税已经交上去了嘛，当于已经交税了，那你能抵扣。要不然重复着，呃，后面我们就会呃也会给大家再进一步的讲解增增值税这个基本原理啊，同学们也可以简单先听一下另外一科增值税的相关知识啊，啊，这是咱们必备的一块基础知识。 好，那接下来说，交易费用是指可直接归属于购买、发行或者处置金融工具的增量费用。那什么叫增量费用呢？是指企业没有发生购买、发行或者处置相关金融工具的情形就不会发生的费用。也就是说，你不买这个金融资产就没这块费用，是吧？包括啊，刚才已经说到说到了这些费用啊，大家我标黄的一定要把它把握住，只有这些是交易费用。他说不包括债券的溢价、折价、融资费用。 内部管理成本和持有成本，以及与交易不直接相关的费用。好，这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考试也不会考你啊。我们简单就是说，一呃，比如说这个什么吧，啊，说咱们说一下这个溢价吧，啊，就是说这个溢价呀，不构成我们的这个呃费用啊，包括这个折价、溢折价都不是我们的交易费用。你比如说我现在呢，呃，买这个一项债券啊，咱们简单一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买呢。 呃，买一项债券，是吧？某个公司发行的债券，呃，那么债券这个债券呢，这个市场价格，呃，是呃多少钱呢？啊，比如说市场价格是九十八万。好，然后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每一张债券啊，它都有面值。我们假如说面值是一百万元啊，面值是一百万元。那现在我当然是要按照市场价格来进行购买。 来进行投资，面值我是不看的，因为市场价格它就值这些钱嘛。但它不差它便宜两两万块钱，这个叫折价，是吧？那么这个叫折价购买，折价购买。那便宜的这两万块钱，你一定要注意啊，这不是我们的这个增量费用，有些时候是溢价。你比如说，面值一百万元，我们的市场价格呢不是九十八。 比如说呢，是一百零五万元。好，这个时候一样的，你多花了五万块钱，相当于，是、啊、吧？那这叫溢价。溢价，那这一块溢出来的这块这块，呃，多出来这个钱啊，也不是我们的交易费用。你不，你总不能，你不要这么去认为，说面值一百一百万啊，那么我就认为这个价格一百万，多花了五万块钱，那五这个五万是交易费用。这么说对不对？这么说，是不对的。 啊，所以这个议折价本身其实也构成了我们的这个公允价值啊。那最终的话呢，呃，就是按照市场价格来确认交易金融资产。交易费用是给谁的？是给这个券商的，是吧？中介机构的。而我们这议折价是给到那个投资方的，是吧？或者说原卖方的。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这块呢，呃，那么大家尽量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不用深究。 好吧，不用深究。那么对于这个一折价，我们后面讲到债权投资啊，还会给大家说啊。关于这个债权投资，我们在下一章，是吧？我们下一章呢还会给大家讲这个啊，债权投资。那到那个时候再讲一折价。那我想咱们初级考试不会，不会太为难你啊。一折价应该来说不是特别重要的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账务处理，刚才已经铺垫差不多了。 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时的会计分录，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明细，那就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那么，应收股利、应收利息，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实际支付的价款当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者说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啊，那你就看你这个资呃金融资产是股票啊还是债券了啊，呃，那么发生的交易费用是计投资收益，是吧？ 投资收益是借方嘛，冲减，是吧？应收股利的话呢，就是增加呀、啊，是吧？应收股利是资产嘛，交易性金融资产也是资产，资产借方增加。然后呢，计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那这个说的是交易费用相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什么叫进项？刚才已经解释了，我们就相当于向我们券商，包括交易所购买相应的服务，对吧？人家要给你干活的，为了买这个。 让你买这个股票是吧？人家给你提供服务的，我们相当于在买东西，买东西那就有进项税额。然后贷方，那你得花钱呀、啊，是吧？那进项税额是呃，这个增值税是减少的啊，应交税费是负债，负债的话表示借方减少啊。所谓的减少的意思，那就是说能够抵扣嘛，对吧？抵扣我们的应交税费。好，那么贷方就是你要花的钱，花钱的话呢，资产贷方减少啊，所以说贷其他货币资金。 存出投资款，哎，我想这个时候你应该能理解了，是吧？为什么用其他货币资金？我们上一呃讲呢，以前前面已经学习了这个货币资金的第三种形态，叫做其他货币资金，其中有一块就是存储投资款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款项呢是投资专用的，投资专用啊，所以要单独要放在啊这个其他货币资金这个账户当中，也就是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 那么，那么因为我们的股票啊，像你炒股的话呢，包括炒债券，我们都是有证券交易市场的，它都是上市了的，对吧？都是上市的，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放在投资专户里边，要用其他货币资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教材例题三杠五。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假定二零二零年六月一号，甲公司从上交所购入 A 上市公司股票，那么呃一百万股，该笔股票投资。 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呢是一千万元，另外支付相关交易费用是两万五千元，取得增值税专票上注明的增值税是一千五百元。甲公司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进行管理和核算。好，那这个呃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按照公允价值一千万来入账，呃，并且交易费用要单独计投资收益啊，冲投资收益。同时别忘了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好，那这样六月一号购买的时候。 是吧？借借呃交易性金融资产呃那么一千万，所以按照公允价值是吧？按照公允价值来入账。刚才说了，那么贷方其他货币资金是吧？借方增加是吧？贷方减少，那这是资产嘛？然后六月一号呢要支付相关交易费用啊，它是分开处理了，合并也可以啊。就是交易费用就是这个两万五，还有相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一千五写在一起啊。所以借投资收益，投资收益借方减少。 是吧？借投资收益两万五，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那这是可以抵扣的啊！进项税能抵扣，因为拿到专票了，有抵扣联，所以能够抵扣啊！因此抵减应交税费，表示减少借方。那么贷方其他货币资金一共花多少钱啊？价税合计两万五加一千五，两万六千五百啊！所以说这是价税合计贷方其他货币资金。好，那接下来看教材例题三杠六，甲公司为一般纳税人。 假定二零二零年六月一号，甲公司从上交所购入 A 上市公司股票，呃，是一百万股，支付价款呢是一千万元，呃，他说其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是六十万元，那这个不就是老母鸡肚子里那个鸡蛋吗？这老母鸡买的买过来的时候，它肚子里就已已经是有一只鸡蛋了，就相当于买一送一嘛，那不能叫送了是吧？ 我们认为这个鸡蛋我们是花了六十万买过来的，那真正的金融资产那应当是一千减去六十，60, 对吧？哎，一千减去六十是九百四十万余元，因此交易性金融资产呀是九百四十万啊。万另外支付交易费用两万五，那两万五是走投资收益。呃，专票进项税额一千五啊，那这个是可以抵扣的呃、啊、记载应交税费借方，呃，甲公司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管理和核算。 甲公司应当编制如下分录：六月一号购买股票的时候，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啊，你看啊，九百四十万。说九百四十万哪来的呀？说一千点六十，是吧？应收股利。说这个老母鸡肚子这个鸡蛋要单独记在应收项目里面，也就是应收股利，贷其他货币资金，是吧？一共是花了一千万，啊，所以说金融资产是增加的，应收股利增加，是吧？花钱那就减少，其他货币资金减少。 二零二零年六月一号支付相关交易费用啊，交易费用那跟前面一样的两万五和一千五是吧？那这个跟前面一样，就不再解释了。那贷方也要注意是其他货币资金。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考题这块，考题是非常多的。哇，告诉你啊，这儿考题非常多，大家一定要按照就是说呃重点来进行掌握。去年考到的一道单项选择题，甲公司为一般纳税人购入乙上市公司股票，共支付价款呢是四百万。 那么其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十二万啊，那么这个十二万要从四百里边给它扣减掉，这是鸡蛋啊，把这个鸡蛋给它扣出来。那么另外支付相关交易费用一万块钱，那这个是单独冲投资收益，增值税零点零六，这个单独计应交税费进项税额就可以了。好，全部款项已经支付，那么购入股票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核算。那么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购入股票的入账价值。 他说这个股票的入账价值没有说股利啊，所以说问的就是什么交易性金融资产，那显然就是四百减十二就可以了。那么交易费用是不计金融资产的，交易费用是单独计什么投资收益借方的。那这样四百减十二就三百八十八，选择 C 项这样就可以了。分录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啊，成本明细一定要注意啊，有成本明细的。说为什么要加一个二级明细啊？ 那后面马上要核算公允价值变动，因为这个资产是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嘛。那炒它嘛，你不得关心它公允价值嘛？啊，然后呢，应收股利就是老母鸡肚子那个鸡蛋，投资收益以外这是交易费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零点零六啊，可以抵扣。那一共花多少钱呢？一共花了四百零一点零六万元啊，贷其他货币资金是吧？贷方减少，这样就可以了。 二零二零年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项当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呃的相关支出，应当计入投资收益的是，投资收益啊。A 说不含增值税的交易费用，不含增税的交易费用啊，那显然交易费用是计投资收益，计投资收益借方，对吧？所以 A 是没有问题的。B 价款当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股利，这是基贷，这要单独记应收股利。 C，呃，专票上注明的增值税啊，这个进项税额应该是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借方啊，所以说这个 C 是不对的，应该冲应交税费。D，价款当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利息，这个跟这个 B 是一样的啊，它俩都是老母鸡肚子那个鸡蛋，这个记应收利息，这个记应收股利啊，只有 A 是冲减交易费用。好，A 是没问题的。二零二一年判断题，企业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 加上相关交易费用作为初始入账金额，对吗？对不对？是去年考题啊。公允价值是没有问题的，交易费用要不要放在里边？交易费用是不计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交易费用是计投资收益的，单独冲投资收益的。好，那接下来持有环节，那前面已经讲完了取得环节了。那么持有环节啊，我们有哪些事儿呢？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被投资方。 它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者说已到付息期，按期计提利息。要么就，就呃，简单来说的话，就两件事儿。它呀，下蛋了，是吧？那下的这个蛋呢，就是包括股利，呃，和利息两种情况。股票的话就是股利啊，债券的话就是利息。反正是老母鸡下蛋嘛。那么企业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而我在持有期间，那么对于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者说已到付息期。 呃，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我们应当确认为应收项目，没问题。说股利的话呢，就是应收股利；利息的话呢，就是应收利息。然后贷方啊，是吧？即投资收益。呃，应收股利、应收利息是资产，那么资产的借方表示增加。投资收益是一个收入类科目，收入类科目贷方也是增加，也就是说表示投资收益增加、应收股利增加、应收利息增加，对吧？好啊，这个没有问题啊。 好，那这个呃，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就是为什么表示的是持有期间来宣告的？我们特别要注意啊，就这个宣告日和这个已到付息期这个日子啊，是不是持有期间？哎，这就是跟前面要区分开来。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宣告是是吧？购买价款当中包含的已宣告是吧？是买它的时候。 是吧？买价当中包含的已宣告，或者说已到付息期，是吧？已到付息期，就是说我买它的时候就已经宣告了，或者已到付息期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一没问题，也是记应收项目，但这个是买价当中包含的，这个贷方是银行存款啊，这个借方应收股利、应收利息，贷方是银行存款，因为是买价当中包含的。 而这里边贷方是投资收益，这个大家要注意区别啊。一，这个是买之前就已经宣告了，是吧？这是买之前已经宣告了，已到付息期。那么这里边我们所说的是买了之后，是吧？这是买之后，啊，我们现在讲的贷方投资收益，呃，也就是说投资之后他宣告的股利，或者说呃到了付息期了。好，清楚了吧？ 那么收到现金股利或利息的时候，那很简单，那就非上市公司我们就增加银行存款啊，我们收到银行存款就可以了啊、呃。如果是上市公司，仍然是存在这个投资专户里面，也就是其他货币资金。然后贷方呢，应收股利或者应收利息，那就减少就行了，对吧？那借方增加，贷方减少。那这里面特别要注意，那到底是不是上市公司？呃，上市公司的话呢，我们是有呃，因为证券公司的话呢，要开户的。 是吧？上市公司，那你要必须要通过证券公司来进行交易，所以你既然是找证券公司，证券公司一定要让你开户嘛，他一定是让让你开户的。所谓的开户的意思就是你要把钱放到这个专户里边。但如果是非上市公司，它没有上市，你用不着证券公司啊，那你就直接投资去了。比如某个有限责任公司是一个小公司，它没上市，没上市能不能买它的股份啊？当然可以了。 是吧？你买他股份，那你不需要第三方啊，你直接找他老板就行了。你直接找这个小公司，这个非上市公司老板，说我买你股票，对吧？买你们公司股票，或者说买你们你这个呃债券。那非上市公司那用不着证券公司，也用不着开户了，用不着开专户了。那直接把钱给他，他把钱他分红的话，直接把钱给就打到咱们账上来了，咱们基本账户上，所以积点银行存款就可以了，好吧？ 好，这事儿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为什么非上市公司直接借银行存款，而上市公司呃要借其他货币资金？那就是因为上市公司我们是要开投资专户啊，就这个区别。好，稍微注意一下。那接下来教材例题三杠七承接前面例题三杠六，6, 假定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九号，甲公司收到 A 上市公司向其发放的现金股利，呃是这个六十万元。呃，注意了，这个现金股利六十万元啊。 我们收到的这个钱呀、啊，一定要注意，他这个现金股利是投资之前的还是投资之后的？是投资之前的。同学们把教材打开啊，因为这个是承接前面例题三杠六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前面的例题三杠六是什么？当时他就说了，是这个买价当中是吧？是包含了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六十万吗？这不这儿写着吗？对吧？ 看到了吧？教材九十二页。那么好，这是六月一号买的，我们六月十九号收到了这个钱了，是吧？六月一号之前他就宣告了，因此我们收到这个钱，这个六十万是买价当中包含的那个啊，买价当中包含的这个已宣告但尚未发放股利，所以当时是记在了应收股利里边。你看教材九十二页，是吧？说借应收股利六十万。 借应收股利六十万嘛，那现在我们要贷应收股利六十万，把这个钱给收到了，把应收股利给它冲掉。应收股利是资产类科目，资产贷方减少。那钱收到了，那当然把把这个债权给它结清了。所以借方是吧？是其他货币资金啊，因为这是上市公司嘛，投资专户是吧？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六十万啊。所以这个地方你千万别走投资收益了啊，这是我要强调的。 你不要认为说，老收到现金鼓励了，那我要走投资收益，不是的，这是买之前人家宣告的，啊，所以收到的是一开始投资的时候买家当中包含的那个啊，这个别走投资收益。好，继续说，假定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号 A 上市公司宣告发放二零二零年的股利，那这种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号宣告的，这是投资之后宣告的。 就是说，投资之后新宣告的，因为这个股票是二零二零年六月一号投资的嘛，六月一号投资的，现在都二零二一年了，这当然是投资之后啊。那么跟投资时点没什么关系了，所以投资之后新宣告，那我直接走投资收益就可以了。甲公司按期持有该上市公司股份计算确定的应分得的现金股利是八十万元，是吧？八十万。好，那就借应收股利，应收股利增加八十万，贷方一定要注意是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是收入类科目，那么收入类科目贷方增加，对吧？收入类科目贷方增加啊，所以贷方增加八十万，那这样就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看例题三杠九啊，教材例题这个三杠九。9, 好，那么乙公司为一般纳税人，二零二零年六月一号，乙公司购入 B 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支付价款一共是花了两千六百万元。 好，仍然是包含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啊，这个就相当于老母鸡肚子鸡蛋了。呃，那么这个鸡蛋的话呢，五十万是要记在应收利息里边啊。因此，两千六百减去五十，剩下的才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好吧？那就说两千六百，是吧？减去这个是五十吧？是两千六百减去五十万啊，那就是两千五百五十万啊。 那么这个才应当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入账成本。好，另外支付交易费用三十万，那这个三十万是要冲减投资收益的，是吧？哎，所以这个三十万是冲减投资收益。呃，投资收益它冲减的话是记什么？记借方，对吧？记借方。取得增值税专票，注明的税啊是一万八千啊，这个是进项税额啊，单独记应交税费借方就可以了。该笔 B 公司债券面值。 是两千五百万，好，那显然啊，呃，我们是一个溢价购买是吧？呃，面值是两千五啊，那当然我们现在就不用关心面值了啊，不用关心面值，呃，咱们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嘛，它不核算溢折价啊，它不核算溢折价，但面值有没有用啊？有用，它是用来算票面利息的，用面值乘以票面利率就是票面利息是吧？票面利息我们要我们是要计投资收益的，一公司将其划分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进行管理和核算。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号，乙公司收到该笔债券利息是五十万元。那显然啊，呃，那么就是这个利息就是票面利息。那么这个六月十号还是跟前面一样的。那么这个五十万是票面利息没错，但这个五十万就是这个五十万，是吧？所以这个五十万过来的啊，就买价当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呢，现在收到了。那显然。 是吧？收到的时候就是借其他货币资金带，贷呃应收利息，把这个应收利息是吧冲减掉就可以了。说这个五十万不要去投资收益啊。说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和因素，乙公司应当编制如下会计分录：首先六月一号呃购买的时候投资的时候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B 公司债券成本明细二两千五百五十万，刚才说了是吧？两千五百五十万，然后应收利息啊就是老母鸡肚子那个鸡蛋五十万元是吧？借应收利息。 增加，呃，然后三十万呢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话呢是三十万，所以要冲减投资收益，所以这个投资收益借方减少，应收利息借方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增加。好，我把这个增减方向给大家标清楚啊。那么应交税费啊，这是一万八千，呃，一万八千是我们交易费用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啊，向券商购买这个服务嘛，交易服务，所以说它是可以抵扣的。 呃，可以抵扣，那就抵扣应交税费，所以说借方表示负债减少，然后贷方呢表示其他货币资金的减少。我一共花了多少钱呢？一共花了两千六百三十一点八万元。好，那么借方加起来就可以了，借贷必相等。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号，那么收到了购买价款当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就说这个是吧？就这个五十万元现在是收到了，那冲减就可以了，别急，投资收益啊。 所以说借其他货币资金，然后贷方应收利息，把应收利息给它冲掉就可以了，五十万元。好，那么二零一九年判断题，企业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对于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我们应当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啊，这个对不对？说是持有期间啊，被投资单位宣告，那这个当然借方应该是应收股利，是吧？这股利啊。 跟金融资产没什么关系啊，所以借应收股利，贷投资收益，所以这个是错的。二零一七年判断题，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被呃投资单位收到被呃收到投资前是吧？被投资单位已经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应当确认为投资收益。我在前面讲课当中，我是不是特意强调这个了？你只要认真听，那这个题你就能拿分儿啊！这是一七年考题，一定要注意是投资前投资后的啊。 投资前宣告的，好吧？说到投资前宣告的，好说买家当中说宣告当时尚未发放的，那一定是买家当中包含的，当时记已已经是计应收股利了。那我们现在直接冲应收股利，借其他货币资金，贷这个应收股利就可以了。所以应该是借其他货币资金啊，或者银行存款贷应收股利。那不能记投资收益啊？为什么？刚才已经强调多次了。 只有是投资之后宣告的，才应当是计投资收益啊。好，单选题。甲公司二零二零年七月一号购入乙公司二零二零年一月一号发行的债券，那么支付价款是两千一百万元，那么这个价格当中仍然是包含了一个鸡蛋，是吧？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四十，那这个四十要给它扣去扣掉。另外支付交易费用十五，好，冲投资收益。该债券的面值是两千万。 票面年利率百分之四，就是一定要注意啊！每半年付息一次什么意思？每半年付息一次，就是说每半年就付息期就到了。你看看啊，这个债券是什么时候发行的？二零二零年一月一号发行的。咱们什么时候买的？七月一号买的，一月一号发行的，是不是正好就是从发行之，从发行开始算半年之后了？ 我们是半年之后买的，正好就是半年付息一次，所以说七月一号是不是已到付息期了？到没到？到了，我已经到了第一个半年的付息期，因此，那这个半年的利息多少？说面值是两千万元，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四，所以两千乘以百分之四，然后半年十二分之六，我们可以算一下。 两千乘以百分之四的话呢，就是，呃，就是八十，对吧？那么八十在一半就是四十万。好，所以说啊，实际上这个啊需要让我们自己推算啊，推导。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买价两千一百万元，这里边其实是包含一个什么？已到付息期，是吧？还我简写啊，已到付息期，是吧？ 但是尚未啊、呃、领取的债券利息多少啊？四十万元。好，这个你需要自己要翻译过来。那因此呢，那真真正金融资产的话，我们要把这个两千一百万元要把这个四十给它扣掉。当然了，这个题已经降低难度了啊，说包含已到付息期，但是尚未领取债券利息四十。但如果说这个括号没有说明，是吧？这个括号说。 啊，含一到复息，但上面领取利息四十。如果他没有说，你自己也会推算，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说了每半年复息一次。我这平时给你讲基础班，如果考试的时候没有这句话，你也应该自己会推算，是吧？要去理解。好，那这样交一性金融资产呀、啊，那就应当是两千一百减四十。好，但是他问什么呢？啊，划分为交一性金融资产。 他问的就是甲公司二零二零年度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应当确认的投资收益。那这个时候要这种问法啊，你要考虑全面了。首先，投资收益交易费用十五是不是要考虑啊？哎，所以说负十五，15, 因为这个投资收益啊是借借方了，是表示减少。投资收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呀？还有债券利息。那么问的是二零二零年一整年啊，那么。 二零二零年七月一号投资的，投资的时候是负十五，15, 那么到了二零二零年底还有下半年呢？下半年是不是又到了付息期了？又是四十万元，是吧？整一个半年就是四十嘛，所以说还有下半年的利息是四十万元。那下半年这个利息四十万也是要计投资收益的，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啊？没有了吧？没有了，那就四十减十五，二十五万元。所以本题。 应当选择 A 项，A 项就可以了。好，这就是本题的一个过程。大家要考虑全面，投资收益都有什么，是吧？一个是交易费用，一个是利息收入。好，那么我们的持有期间啊，刚才我们关注的是这个股利，是吧？股利和利息，但是老母鸡下蛋，我们关心的关心的是这个鸡蛋怎么做账务处理。刚才我们第一点啊，关心这个老母鸡下的这个蛋怎么做处理。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要关注什么呢？关注老母鸡自身的身价有可能会变化。你想想，有些老母鸡，它下蛋的能力非常强悍，对吧？老母鸡中的战斗机，是吧？这个下蛋公鸡，说下蛋，说宋丹丹小品有一句话吗？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yeah, 是吧？当然，我们这里公鸡不会下蛋啊，我们这里是老母鸡。那你说？ 这是老母鸡从来不下蛋的，那谁买它？赶紧杀了吃吃肉吧，是不是？不下蛋留它干嘛呀？它如果说下蛋能力非常强，这个老母鸡自身它一定是能够卖个好价钱的，它自身的身价也在变动。所以资产负债表示啊，交易性金融资产应当按照其公允价值，就是说这个老母鸡它自己的公允价值，按照它公允价值来计量。为什么？我们这个老母鸡是用来炒它的。 是吧、啊？当然不是说把它炒了吃了啊，不是说炒鸡啊。说这个老母鸡，我们是呃关注它的这个前面也说了，它的业务模式嘛，就是为了出售它那点鸡蛋，我还看不到眼里呢。虽然说前面它下蛋了，我们确实是要做投资收益处理的，但是我的最终的业务目模式、业务目标，其实我是关注它自身的身价的上升，是吧？那按公允价计量，当然了，没问题啊，相关性吗？ 公允价与账面余额差额要记当期损益，那没问题，是吧？它身价上涨了，那就是我赚的钱啊，赚的赚钱了，当然是我的经营成果了。经营成果不就是利润吗？利润不就是损益吗？所以说记当期损益。那要分两种情况，你这个身价上升还是下跌啊？首先，公允价值大于账面，比、就、如、是、说身价是上升的，或者说叫上涨的，对吧？啊，叫上涨。 上涨的话呢，当然我们要调增我们的老母鸡的账面余额了，那就是借交异性金融资产，资产类科目借方增加，明细是什么呢？二级明细是公允价值变动。前面我们在初始取得的时候是成本明细，对吧？那现在是公允价值变动明细，那表示的就是，是吧？这个明细，呃，核算的内容呢，就是公允价值的变动，呃，可能上升也可能下跌。 那下跌的话呢，就记在贷方，资产类科目贷方减少啊。所以说第二种情况，公允价值是吧，小于账面，那小于账面的话，那我们要把账面调成公允价值啊，因为公允价值下跌了。所以说下跌的话呢，我们就要从贷方作为减少。那么对应科目记什么呢？都是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这是个损益类科目。我们前面实际上在第一章就给大家提到了，是吧？ 就介绍到了，说上涨，说涨价了，涨价了，那当然是你赚钱了。那所谓的赚钱了，就是你的利润增加了。损益类科目贷方增加，贷方表示利润增加。我们前面第二章就给大家总结这个规律，是吧？所有的损益类科目，你记住一句话：所有的损益类科目都是贷方增加，借方减少，表示的是利润呐、啊。说贷方利润增加，借方利润减少。 那股价那那这个下跌，说股价下跌了，这个债券的价格下跌了，那当然是一种什么利润下跌了，并且资产减少了。说这个股价上升了，是吧？涨价了，那当然是你的资产变多了，并且你的利润变多了。好，这个好理解是吧？因为你的业务模式就是炒啊，所以说股价的涨跌直接可以影响我们的利润表。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教材例题三杠十。 承接前面的例题三杠六和三杠七，7, 假定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号，甲公司持有 A 上市公司股票的公允价值是这个八百六十万元啊，这是股价。那么二零二零年底呢，股价又变成了一千两百四十万元啊。那不考虑相关税费和其他因素，甲公司应当编制如下会计分录。好，那么这个承接的是例题三杠六和三杠七啊。呃，当时买它的时候成本是九百四十万啊，我们。 你们可以翻一翻教材，或者说教材不在手手边的，你可以翻一翻讲义啊。讲义的话呢，例题三杠六，6, 呃，成本是九百四十万。那现在，呃，六月一号买的时候是九百四十万啊，我写这儿吧，说六月一号买的时候成本是九百四十万元啊，九百四十万。呃，那现在的话呢，六月三十号八百六十万，那相当于哦，价格下跌了哈、啊，是吧？所以说。 九百四十万到八百六十万，它下跌了是八十万，下跌八十万，那好，那就要代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让下跌是八十万，是吧？然后呢，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那就对应记在借方，那借方的话呢，表示利润减少，所以八十万元，是吧？由九百四十万下跌到八百六十万，然后呢，又过了半年，到了十二月三十一号呢，价格一一下子又涨回去了，涨到了一千两百四十。 那就一千两百四十减去八百六，60, 是吧？一千两百四十减去八百六零八啊，三三百八十，是吧？所以说那就上涨了，那就交银性金融资产资产类科目借方增加三百八十万元，然后贷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类科目贷方使得利润增加三百八十万元，好吧？没有问题吧？好，那接下来教材例题三杠十一，11, 这是承接例题三杠九的。 啊，承接例题三杠九啊，呃，三杠九的话呢，是乙公司，乙公司这个买股票啊，买债券了啊。假定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号，乙公司持有 B 公司债券的公允价值，呃，是这个两千六百七十万，呃，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当时这个乙公司买 B 公司债券的时候，成本是，呃，这例题三杠九啊，呃，成本是两千五百五十万，是吧？呃，两千五百五十万元。 那现在的话呢，公允价值变成两千六百七十啊，呃，然后又过了半年，又涨到了两千啊，下跌了两千五百八十啊，下跌到两千五百八十。好，现在不考虑相关税费和其他因素，以公司编制分录：两千五百五十上涨到两千六百七十啊，那就是二六七零减去二五五零零二一，50, 21, 所以说呃是上涨了一百二十啊。因此，那这个时候上涨一百二十啊，那这个我把前面的资料也已经放到讲义上去了。 上涨一百二十，所以说一百二十万啊，一百二十万，那就上升就可以了。借：交易性金融资产，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啊、呃，又过了半年呢，是呃，下跌到两千五百八十，那就是说两千六百七十减去两千五百八十是多少啊？是九十万元，对吧？所以说下跌了九十万元，那当然是贷：交易性金融资产，那对应科目记在损益类科目的借方，表示利润减少。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二零二一，实际上并不难，对吧？你把这个分路套路记住就可以了。去年的一道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项当中，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将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呃，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余额，就涨价了吗？差额计入什么科目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好，我们前面在第二章也说到了，它实际上是一项利得或者损失啊。这个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啊。 它核算的实际上就是利得损失，因为这是股价的变动产生的一个呃收益啊，或者说损失，对吧？它不是一个日常活动啊，所以你要记住了，我们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它根本不是我们的主营业务，啊，连日常活动都不算啊。因此，我们这儿你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直接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啊，公允价值变动，是吧？你千万别记那个什么主营业务收入了啊！你看我们整个前面的讲解有没有说是记到这个？ 贷方记到这个主营业务收入的，那绝对不可能啊！有没有记到这个什么本年利润呢？也，嗯，本年利润不能一次性记啊，不是收入费用，我们这儿上是一个利得损失，涨价就是利得，下跌就是损失啊。有个全新的科目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因为它不是一个日常活动，不能往这个啊收入里边记。好，这是给大家解释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题选择 C 项。 二零一六年单项选择题，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号，甲公司购入乙公司股票十万股，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购买日支付价款两百四十九万元，另外支付交易费用零点六。好，那现在我们直接看他问什么？二零一五年度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本期金额？那我们就关注公允价值变动喽。公允价值变动很简单，那就是一五年底的公允价值两百五十八减去它原来账面余额。 他原来账面余额，当然就是说你买它的时候花多少钱，两百四十九。说另外支付交易费用，那咱不管它，因为这个是计投资收益的，不计呃成本。那这就减去呃两百四十九就可以了，那正好就是九万元嘛。他选择 A 项啊，所以这个题还是非常简单的啊。选择 A 项，这是一个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啊，价格上涨了。二零一六年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关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有：A. 持有期间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B. 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宣告发股利，即投资收益，没问题啊。说的是持有期间他宣告的。C. 取得时支付的价款当中包含的应收股利，即初始成本，错了啊，应当是单独计应收股利。D. 取得时支付的相关交易费用即投资收益，这个没问题啊，记借方。 所以正确的就是 A、B、D 三项。